这是亚洲人的骄傲，这个黄色的秃呢啊，居然呢没有办法呢去插入这个。大家好，我是胡夫骑射，欢迎你再次收看我们的玩具开箱时间。今天来给大家做一款呢，连名字都没有取的一款山寨玩具，它是叫这个 Devil Cramber 吧，就邪恶的螃蟹。它这款呢没有做特别的命名，直接是取名是 DD01 吧，啊，这里直接到 DD01。那它其实内容物是什么呢？它内容物的话呢是官方 SS 系列的这一块啊，也就是超载的一个 KO 版本。我这个呢已经呢直接把它组合到大合体状态下了，因为大家可能关心的几个点我直接挑这些重点来说就可以了。首先就是跟如果只有它是这个 KO 版本的话呢，能不能够跟官方的这个版本啊，这个也是 KO， 但是官方的也可以装，就是它跟官方的这几个配件呢基本上呢是可以组合起来的。但是呢唯独啊这一块部件啊，这块部件啊是这个家伙废渣，他身上是有一块这个部件的。这个部件呢，按照官方的放法呢，是要插在这个孔啊，这里有一个黑色的洞。但是呢，这是亚洲人的骄傲，这个黄色的秃呢啊，居然呢没有办法呢去插入这个黑色的这个洞啊，完全扣不进去啊。这个黄色的秃呢太大了啊，完全嘟不进去啊，就是除非你把它扩孔啊，不然的话这是卡不进去的。但是呢，如果你拿这一款的话，这个家伙是一个 KO 的版本，就是原大版本。他的手上的这一块啊，以这一块 KO 的这一块来卡的话呢，就能够卡了进去。但是呢，还是要花一点力气啊，还是要花一点力气，而且对准一点之后花一点力气，哎，是能够卡了进去的啊，是可以的。但是这个啊，官方的版本呢是亚洲人的骄傲，是完全是嘟不进去的啊。那么呢，这个部分的话呢，我们就把它给取下来。以及呢，它还有另外一块配件啊，如果各位你还记得这个 Rampage 的这个。啊，下方有一块这个黑色部件，扣到后面这个洞的话呢，啊是可以扣的，但是稍微偏松一点点，我感觉稍微有点偏松啊。大概就跟各位讲一下它的一个组合的状态。不过就是反正就是说呢，它跟这个其他的这个重头的这三个部件，啊是组合的话是很紧实，没有任何问题的。那关节的紧实度呢，也完全不逊色于这个原本官方的版本，这一点的话呢倒是没有什么问题。但是以外观上的话呢。我必须直截了当的说，这一款这个山寨呢，可以说是山寨玩具中的典范啊，是模范生乖乖牌。我个人的话呢，是强烈的赞美它。为什么呢？因为它彻底做到了不能取代官方的这一点啊。山寨就是怎么样，便宜啊，但是呢，你这个各方面衡量起来呢，你会觉得说，如果有钱还是买官方好了啊。那这一款的话呢，真的是比起那一些动不动就吊打官方呢，把他们压在地上摩擦的那些没有江湖道义的 KO 版本来讲的话，这一款真的是有安分守己了啊。你看一下啊，这个是手上这一款，这是正版的，这里一块部件是红色的，它的这个机械的胳膊呢是上面是红色部件，然后下半部呢是灰色部件啊，上红下灰，内部呢涂银漆啊。但是呢这一款 DD01 的话呢，它是直接整条胳膊都是灰色的啊，两边都是一样，你看这里是红色部件，下面是灰色部件，但它整个都是灰色。所以你这样对比一下，你就会发现在分色上你看至少这红灰红灰这样子，对不对？在立体的层次感上面的话呢， Hasbro 的版本的话呢是要优于这一款 DD01 的。那我们现在的话呢，把它呢变形成一个超载一个拖车的一个样子啊。首先的话呢，这个部件你听到吗？这个声音其实这个是比这个官方的版本的话呢要更加的紧实一点啊，这一点的话倒是可以嘉许一下的啊。不对，不能嘉许啊，山寨的玩具做的比官方还紧实啊，这是不应该的啊。这块部件的话呢往上面翻上来，然后呢这个凸的话要扣进内侧这个洞啊，这个部件。因为这个部件扣下去之后呢，它可以把这整条的部件呢给做一个更稳定的一条线。然后呢这个部件的话，你只要记得呢是这里啊，只要这一块部件在这个地方啊，这里有一个灰色部件，你只要记得这个地方有卡进去之后的话，就是往内推进去啊，到这，然后的话正常的话呢，它会刚好呢是可以卡进啊这个洞的啊。这个部分的公差呢倒是没什么问题啊，不过还要再调整一下，因为两侧到时候还要再组合。那你只要记得这个部件转一下，这个声音很响亮对吧？这个侧边转过来，
然后这里有一块部件啊，原本卡在里头的，这个时候呢把它给推出来啊，不对，推进去啊，推进去，然后呢把它往下面放，你会发现放不下来，为什么呢？因为这里刚刚卡住了，这个地方呢我们要把它给翻成这块部件啊，这里是要把它给这个把它给翻出来，然后这个凸要扣到内侧这个洞去，这里 OK， 好，然后的话呢两侧做一个简单的合并，那这个部件的话呢就记得啊推到一个相对应的位置差不多，然后就可以把它给这样的往上面推进来啊，就会刚好卡进去了，一二这几个卡扣的话呢啊，这些部件都没有什么问题啊，那前方就更加的简单了啊，这个部件呢整个给挑上来，然后透过这个滑槽推到一旁去，推到一边去，然后往下扣下来啊，待会的话呢是利用这个凸呢去扣前面会有两个洞啊，这里我们把它给推转过来到前面，这里也是一样的，推转到前面来，这个部件盖板盖过来，两侧呢往中间做一个集中之后呢，这两侧这两个小凸变成一个大凸，然后就是用这个去套上去啊，这里将它给往下套啊，在那之前的话先把这块部件往前面放下来好了，这里这样比较轻松一点，这里压下来，这个地方哎，这个地方已经到定位了，就这样，然后呢把这块部件呢往上面推一些些，那我们就来做一个啊简单的一个结合了啊，下面两个小凸结合的大凸呢跟上方的这个部件呢去做一个结合，这里也稍微去对一下啊，但是也不是很难了啊，这个有时候啊玩这个 KO 的玩具，就是因为它本身的这个就是用了一个官方的一个设计，所以它的一个理解方式呢真的是会相对来讲比较简单的，然后这里有个凸啊，扣进这里黑色，这里有个洞，这个时候我是不是要讲一下，这个不开车一下就不太一样啊，很少有红色的凸对黑色的洞啊，非常非常少啊，这个不是很常看到印第安人的演员啊，然后这个话呢就是它的一个完整的一个形态啊，滚动性的话呢可以说是非常的好，就没有什么问题，全部能够着地，那么呢它的一个那一块配件，它有一块啊，这里它一样是有这个配件的，我的话呢就把它给安装上去，我的感觉啊它这一款的这个因为关节的紧实度什么比 Hasbro 的版本呢要再紧一点点，但是呢不到说会变起来不舒服啊，以变形的手感来讲的话，这一款它的塑胶好像还稍微比较硬一点，我觉得以手感来说呢可能会好过这个版本，而且这个 Hasbro 的这个版本的话呢我总感觉它有点偏软，它好像整个线的话呢这个直线呢我觉得还没有这一款 DD 来的这么样的一个平整啊，我确实觉得 DD 这款是比较平整，那我们来对比一下这两者的一个差别啊，那个呢这个呢也诚如我一开始所说的啊，它呢完全没有办法去取代到这个正版的一个版本，怎么说它距第一个差别就在这个地方啊，你们现在大概记得左边的啊，左手边都是一个官方，右手边都是山寨，你看到这一块部件它是灰色啊，但是呢在 Hasbro 卖它是一个红的，而且它这个车头这个部分，它是整个就直接是红色塑胶，但是呢 Hasbro 版本的话是有另外上一层消光的红色在上面，是不一样的啊，所以车头的这块部件 Hasbro 的版本比较好，那这个挡风玻璃 Hasbro 的版本是比较暗一点点，但是呢我们这一个感觉明显亮了很多，然后最关键的部分在轮胎，看到吗？轮胎的话呢可以说是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不得不讲一下这个SS 这个版本呢是彻底完败了这一款 DD01， 你看到吗？这个是里面的造型呢还有做出一个挖洞的造型，但是这一款 DD01 呢就是完全的是简化了，包括后面几个轮胎通通都是简化的版本，但是呢我们这个正宗老牌子的这个 Hasbro 你看就是良心，你看轮胎做的这么精美对吧，然后呢上方的话呢再对比一下这个漆面啊，一样啊，这个是一个 Hasbro 版是比较这个比较亮，这个呢稍微暗一些些，那包括这个车尾巴的部分，可以看到这一块，这里 Hasbro 这里有图啊，但是这一款 DD01 呢，却这里呢却放过了啊，却没有做一个涂装啊，非常的诡异，对吧？再来就是后面就是这个胳膊的问题了啊，胳膊你看啊，这个偷天换日不小心，哎不对，哎这个啊，等一下我想啊，这个是官方版本，靠，可恶，连我都快搞不清楚了，这个。这是官方的版本，这里是灰色，但是这个家伙的话呢它在这里啊却有上了一个红色的一个漆面，以及后方的这个部件的话呢这个是官方版本，是比较翠绿一点点，
这个的话呢稍稍颜色再稍微深一些些啊，再深一些些。那么呢这个就是他们在车型状态下，那车型状态下的一个评分就是怎么说呢，以滚动性来讲，六轮都着地的情况下呢 ,DD01 呢略胜 SS, 当然也有可能我这一款个案或者说没有变好啊。然后呢在涂装各方面比较起来的话呢，应该是说可能还是、欸、也不对，因为它呢在外观上赢过这个版本，我可能觉得只有这一代它是灰色而已。啊其他各方面来讲的话呢，可能还是这个官方的这个 SS 系列呢可能呢会再更优秀一些。那我们也快速的呢将它变形成一个机械那个形象啊，这个部分呢捏下去就可以把它给打开了。那从后面开始好了，我们把这个两颗部件呢给打开，然后往两侧呢给掰开，这个呢到时候呢变成它的一个两手的部分。那这里的话呢造型的话随便你怎么凹了啊，把这个地方呢给解开来，这里松开来，这个地方手臂呢就直接拉出来就行了，另外这胳膊呢也是一样的，直接翻出来就行。那么呢以这一款的关节来说呢，这边呢跟官方的差不多，但是这一块呢比官方的要略松一点点啊，略松一点点。那么另外这胳膊呢就这样翻一下，然后把这个地方给松开，这里利用一点点塑胶的韧性呢往侧边掰开来就可以了，将手臂呢直接的放下来，将手呢直接的往下面翻。那么这个造型的话呢，这里前后怎么样分呢、啊、这个是看你个人那个喜好了。再来把这块部件由下往上这里推上来，这个地方哎哎，现在推不动啊，要先把这个两个这个部件给打开啊，这里往上面翻起来，翻起来之后的话呢我们先整理一下这两条腿好了啊，把这里往两侧两侧这里把它给掰开，掰开分开就行了，这两个部件推到后方去掰开，这个部件呢就可以翻上来了啊。那这里呢有两个凸，这两个凸扣这里的话呢，这个部分的话呢扣的比这个 SS 的版本的话呢我觉得要再好一点点啊，这个准确性好像是稍微高一些些。再来呢把这块部件往上面推上来，推到这就可以了，侧边呢就有空间了，再把这个部件给翻上去，后面的这个脚爪翻出来，这里是一样的啊，这里推上来往侧边掰，这里推出来，这个腿就好了。再来呢把这两个部件的话先到这就行了，我们把这一块部件呢这里呢有一块，这里有一块部件要把它给推上来，这一块部件啊非常的紧非常的紧啊，这里如果你觉得太紧的话呢要么上一点细油，或者是呢你用这个螺丝刀把这个地方给放松一点点啊，不然这块部件我第一次抠的时候呢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把它给抠出来。然后它本身这里是有一个结合卡扣的，把它给松开啊，在这里松开，推上来之后的话呢把它往中间靠过来啊，我们待会需要到中间这个部件，中间这个部件我们要来扣这里这个洞。然后这个地方的造型呢有一点点好像跟这个 Hasbro 的版本是有一点点不太一样啊，先把这个地方有一个凸跟凹，这里先扣上去，这样子的话这个位置呢就对了，扣上这个地方呢再把它给对到一个中央的位置，再把它给扣下来，扣下去的时候呢会有一个蛮清脆的声音啊，蛮清脆的声音，这里哎怎么还扣不到是怎么回事，这里哎哦啊扣进去了 OK, 这样子完美的组合了，哎怎么没有声音呢，奇怪，难道今天它反应不够大嘛。然后这两个部件就是往后面推过来就行了。那最后的这一块就这个不想随便放吧，就扣在这，我还是换个手吧。变形的话呢就是简单好玩，那算是好玩的了。那以这一款的话呢，我手上这一款的话呢髋部的关节目前还是比较紧的，当然也有可能是因为玩的次数呢没有这个官方的版本多，感觉就好像还可以，就没有那么样的一个已经有点偏松的感觉。好的，那这个上面的这个手臂的造型是看各位的喜好去做一个摆设了啊，这个就变形完成了。那我们的话呢就直接的呢拿出这个官方的版本，两个呢做一个简单的对比啊，一样啊，画面非常的拥挤啊，我稍微退后一点好了，我往后面站就是了啊，这里啊哈，这个啊，一样，左边是这个Hasbro 的一个版本，那么差别就在于说呢，这个如果你在以机械的状态下，我们先看头雕好了啊，头雕的话很明显两者是不一样，这是官方的版本，它重点什么，中间这个鼻子的部分，中间的鼻子刻画是比较详比较精细的，但是这一款 DD01 的话你看到没有，而且它底下的眼睛的颜色好像比较鹅黄一点，比较鲜黄一点，这很难两个人同时入镜啊，很难同僚啊，非常难，但是反正是确实是不一样的。这里官方的版本好像比较精细，然后涂装的话是以这个的银漆面比较多 OK,
那哪个好看？我觉得好像 Hasbro 的版本会比较好看一点点。再来就是它的其他小涂装的部分啊，主要还是判断的话，我觉得还是用胳膊吧。这里，它这个胳膊它是怎么样？它是红色的，一样红色的塑胶件上面涂银漆，对不对？但是呢，这一款的话呢，它是直接是灰色的塑胶件上面上红漆啊，所以是反过来的，这个是比较容易去做一个区分的。那其他在腿部的话呢，这个光泽度来说，你可以看一下，这个以金属感的话，以脚掌的话呢，这一个啊，为什么它的金属感会比较好？因为它是在红色部件上面去上银漆，对不对？等于是说有一个底色，然后再上银漆，所以它的这个脚这个地方金属的光泽度会比官方的版本好，因为官方就直接用灰色的塑胶件而已，但是它是对不对？红色塑胶件上面去上一个银漆，所以效果会不一样。当然你要又去看的话，其实是看这个，主要是看外侧这个轮胎啦，对，这一目了然就可以看得出来，这轮胎的造型就是不一样啊。所以这款的话呢，啊，认真来说，你要去区分这个山寨跟这个正版的话呢，是非常容易的，就看这个侧边的轮胎就可以了。不过你看它这个假轮胎的部分是这样子，但是假轮胎的部分呢，是真的就是很接近哦，不要看假轮胎，要看真轮胎，好吧？那关节的部分的话，就是基本上没有什么很松的，基本上没有，甚至比这个 Hasbro 还要稍微再紧一些些。但是呢，诚如我这个节目里头所讲的，这是一款呢，真的没有办法去取代，没有办法完全取代官方的一个模具，因为它各方面两者之间呢是各有其优缺点。它可能最大的好处，它可能就是便宜吧。那变形的部分好像没有任何的改模，至少我玩到现在好像没有什么不一样。对，那就是一个还蛮中规中矩的一款山寨 KO 的一个模具。那今天就跟各位进到这边，非常谢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